要饼干吗？要奶奶。不要。这个。好，橘色的。嗯。那就要加这个哦。好啊，那个是蛋挞。好，10块钱。那放上面。对，给你。好，谢谢。有好吃的面包烤好了哦。我想要这一个，加这个跟这个。好，你可以放到篮子里，等一下来算钱。我还需要这个。嗯。你这样你吃得完吗？这个，还有，我需要这个。嗯。好了，几百块。这样，我看一下哦，总共有几个？一个。两个、三个、四个、五个，总共50元。好，给你。谢谢。那带回家慢慢吃哦。好。吃两个哦。好，好了，换你拿了，现在都给我，因为我想要买面包了。嗯，那你拿那个。好，你去烤面包。